这个是我亲手画的，还有弄这个盒子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划破。我看看。哎，手肉麻了，你真是。哎呀，太好了。我的男朋友。还是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么肉麻的事。 有你这样，喂，奶奶，什么工作呀？剑桥大学是英国的大学。 是学剑桥的。嗯，好，您放心，等我暑假就回去看您呀。嗯，拜拜。这么巧啊！你也要去剑桥大学读研吗？没想到。 这么遥远，李宇冰最近怎么样了？他还在打球吗？他。
的回答，睁开眼看吻在雪地，两个人的脚印，雪花落下，李宇冰已经重新拿起了冰球杆，预言依然自信地向着世界冠军的目标努力前进，而我和张月薇也开始代表中国短道速滑队走向更高的国际舞台。队里曾经滑得最慢的洪爽现在也已经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冠军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光芒闪耀，追求梦想的路上充满了坎坷，我们经历过彷徨、心酸、失败和伤痛，但这一切都比不上完成目标和超越自我时的满足，还有梦想最终照进现实那一刻的喜悦。如果现在的你正在为前路而迷茫，那么问问自己，你真正所热爱的、梦想的究竟是什么？梦想本不会发光，发光的是追梦的你。